钟侍卫，唔需要再紧跟尾随，打妖朕同埋贵妃娘娘嘅兴致。真嘢嚟。我今日唔惊，我同佢，我坐成粒钟啦，开始同佢都有啲感情。啊，好得意啊佢，啊，好得意啊佢。其实好乖嘅佢，不过咧人都辛苦啦，即系企咗喺度咁耐。咁啲马其实平时系需要咧，不时行下喐动下。咁佢又好似对住啲机位，直情一步都唔喐得咧。咁人有阵时都会少少偏移啦。咁所以对马嚟讲系好辛苦嘅。咁啊，所以一唔使拍咧，而家就同佢行一行，散下心，散下步咁样。好啦，行下。佢咁先好啊！佢開心先，佢悶到嘔白泡啊！開心先玩個 bit 啊！去翻皇上，你真系八步穿人，剑法如神啊！一脚硬出去。皇上就暂且放下政事，既然今日出嚟狩猎，皇上就一舒筋骨，一展身手啊！晶儿，你跑去朕嘅前面，朕望住你先至会安心。